银荷花的荷。今天是11月1号，星期日。天津从今天开始正式供暖了，都可以坐酒地上耍着了。而我也到了总吃都吃不饱的季节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真想每天都去吃自助餐。今天就从我认为性价比最高的大一铁板烧开始吧。其实没有性价比高那么一说，都是相对的，高风险高回报。我在说什么？大概是饿晕了，现在上去吃吧。超级软的。薄切牛舌，我觉得牛舌还是薄切会比较好吃。黄喉有点大了。小羊排，戴着牙套的我也可以轻易咬的。入口有很浓的羊肉味，不喜欢膻腥味道的人不建议尝试。我点了一个羊排，结果给我上了两个，省得我第二波再去点了。啊，这个和刚才的不一样哦，这个是蒜香羊排。啊，不行，这个好像咬不动，这个我咬不动，得选一个刀。这两块羊排不是一只羊身上的，刚才那块真的是鲜嫩多汁儿又美味，这块。又肥又柴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又肥又柴，就是肥肉特别肥，瘦肉特别柴，然后还有筋膜在中间连着，切起来都挺费劲的。可怜我刚才的牙套还试了一下，我要吃我这盘肉了，我觉得有好多都是我没有点的。威力还挺大的，比较费劲。朝鲜牛舌，这是黑椒牛肉，雪花牛肉，我觉得他们家牛肉普遍偏瘦，没有雪花的感觉。雪花不好吃，雪花牛肉瘦肉的比例太高了，没有油脂的香气推荐。牛排比较推荐特选菲力，所以又点了一份。肉质超级饱满，白金枪鱼，白金枪鱼的模板超级细腻，比红金枪鱼好吃很多很多。象拔蚌就是长得像那个我们的那种生鱼，你们懂的。味道和口感和北极贝都挺像的呀，闭眼吃的话我是分不出来象拔蚌和北极贝，鼻子瞬间通畅。北鹅螺，这鹅肉应该都已经处理好了，直接拿出来就行。为什么我拿不出来？我确实没有给它弄掉，但是我好像给它捅到底下去了。下的手下手，你给我加了5片啊，我拉了5片选了鱼腩，这还挺想鱼的。好吧，放弃了，再点个2份生鲜。他家的生鲜一定要给我点，因为上不齐。第一次点的3份鱼腩没有上，第二次点了5片3份鱼腩，只上了3片。白金枪鱼、北鹅螺也没有上，我就喜欢吃这种绵绵的。三个鱼腩，滑滑的，冰冰凉凉，超级细腻。这北极贝我觉得挺小的，这
味一味还是最小的那种。甜虾也超级推荐，没有香甜的口感，虾肉比较软，爬不脱壳。正常的甜虾是很好吃的，这个甜虾就是虾肉不紧致发软，不好是发苦的。吃了两锅上的甜虾，品质真是如一。我有点惊呆了，这个确定还是鱼腩吗？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鱼尾的部分吗？北俄罗，我觉得他家螺的品质还是不错的，比较鲜甜脆爽。吃掉当然配清酒，拌一点就行了，不能喝。但是很好吃，这个油脂特别丰富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生鲜类的还是白金枪鱼和螺类比较好吃。西林鱼，小伙伴说特别腥的应该是我的爱。果然，口感和味道和鱼子酱比较香。千呼万唤使出来最后一波了，都是一些挑逗我斤斤计较的味蕾的食物。越来越闪，完全脂肪的口感简直太诱惑了。大白油。兰花棒。西林鱼，鱼肉和鱼子在一种刺身上体现。最后两只北俄罗。鳗鱼。好烫啊。有一股淡淡的酒香味。小伙伴说这个鳗鱼好腥，因为超喜欢这个腥味。其实主要鳗鱼的腥味就来源于鱼皮。你给我把鱼皮弄下去，你要试试吗？好吧。不招腥吗？好。鳗鱼要鲜嫩软滑很多，喜欢吃有嚼劲的推荐鳗鱼，喜欢吃鲜嫩的推荐青鳗。鹅肝加蓝莓酱和芒果，其实我觉得鹅肝和苹果会更配一点。还有酥脆入口即化。一蜗牛，好小的蜗牛。一蜗牛也是有一股怪味，我是特别喜欢那种怪味，反正有怪味的我都喜欢。一只鱼榴莲，下面小饼干酥酥脆脆的，里面是果香，超级推荐。圣杯挺大一个，没有粉丝。圣杯个头够大，吃起来挺满足的。我点的已经没有烤好的了，我去抢了小伙伴一块鳕鱼来吃。其实鳕鱼也挺适合我的牙套的，烤的比较酥脆，像馒头片儿。海参还是挺滑口的，海参虽然看着没有葱，却有葱香的味道。没有。现在已经将近一点了，人越来越多。我的生蚝已经等了20多分钟了，完全没有上，决定先吃点甜品，查查锅。红丝绒蛋糕，味道还是可以的。大概亚洲人都会以甜品素甜为好的品质，我呢就长了一个欧美人的胃，我觉得甜品只有甜甜的发腻才是好吃的。
晶莹剔透的。咖啡奶油甜的发蜜，我喜欢。咱们到了，我饱了。等烧好，准备吃点甜品，尝尝货了。结果吃了三块，我就饱了。发霉的味道，他应该就是不吃，不算了吧，他可能就是我最后留在中间放当装饰吧。哇哦，芝士清口，哇，我的芝士都漏了。吃点芝士清口杯，我吃到了什么的感觉吗？锅贴儿，鲜贝馅的锅贴儿，看看这个，这个有很多籽。啊，我的战壕千呼万唤使出来，我好小啊！这生蚝大概是菜市场3块钱一斤的那种，算全部加满。生蚝虽然个头不大，但是挺肥美的，拿吧。这个小生蚝我看是没有办法一饮而尽，只能把它捞出来。生蚝配蒜真的是绝配。总结一下吧，牛排类呢要推荐特选菲力牛排，生鲜还是不错的，但是一定要一次性准备，因为他们家更上不少一次性。白金枪鱼、金鳞鱼、贝类、棒类还都是不错的选择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喜欢可以点个赞哦，拜拜。刚刚特别有意思，我去整理我的牙套，刷牙，我旁边的一位女生在刷她的隐形牙套。